远向各地的天气如何？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气温是20到26度，太武来意春日气温是18到27度，三地门乌台马家气温是16度到27度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1度，在桃园高温来到25度，嘉义阿里山气温是11到24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8度，在仁爱要特别留意日夜温差。台中和平气温是12到23度，苗栗南庄师坦泰安气温是15到22度，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气温是12到23度，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气温是15到22度。宜兰的大同南澳最低温15度，高温来到24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气温是21到24度。秀林万荣气温是14到24度，要留意日夜温差。寿丰丰滨气温是19到25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气温是20到24度。卓溪、玉里跟富里最低温8度，在卓溪高温来到24度。台东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气温是21到25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气温是15到24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气温是19到25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气温是16到25度。兰屿地区气温是24到26度，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气温是17到24度。